拼命的撕咬。你说的没错，一切皆因你而起。有人要我的命，你来住我的心。雪芳，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，我没关系。为什么你还活着？为什么你不跟着下去赔罪？因为你根本不觉得慕容家做错了，相反，你觉得慕容家做的是对的。蓝家人都该死，蓝心也该死。不是你说的这样，我有我的苦衷，犯不上同你想。你以慕容家为荣，你想要得到他们的认可，可如今是慕容家把三小姐送到这里，不讲半点情分，弃如敝履。沈从看到三小姐这般无依无靠、众叛亲离的下场，才是感到欣慰的。原本三小姐可以不必受刑，可是慕容家使了银子，嘱咐大理寺的人一定要尽快的让三小姐死在这里。原来最想让你死的人是你的家里人啊。若我能用一人性命换取全族平安，也算是一点补偿。三小姐有心了，只可惜这慕容一门都已经悉数下狱，这祸害家门的名声，三小姐怕是要永远担着了。看到此时你的下场，沈从畅快了许多。沈从，烦谢你设法见到世子，告知他切勿伤害慕容家任何一人。就看在我与你兄长有些交情的份上，等我到了下面，一定给他当牛做马。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会就让你这么死的。